4073对话，芳芳，今天我们学了好几首唐诗，亮亮那首《春晓》，我小时候就会背。芳芳，我也会，是谁教你的？亮亮，我妈妈。我以前不喜欢吃米饭，妈妈就教我悯农这首诗。芳芳，你知道这首诗的意思吗？亮亮，如果老师不讲，有很多地方我都读不懂。芳芳，我也是，我们老师讲得很好。亮亮，这首诗写得也很好，老师说下次上课时要举行一次诗歌朗诵比赛，看谁背得多。芳芳，我一定好好准备。亮亮，我也要好好准备，争取拿第一名。